是敲完之后绝对不敢说，整个做整个街道干的不行。你要录这里，我们没操作，看这倒坏嘞。换完刀，他去加工，先换第一把刀。加工换刀没加工嘞？没呢。什么时候加工啊？不是，昨天他嫌加工过程中没有换刀动作，现在把这个程序启动了之后，他先检测刀号，刚才三号刀，他先换一号刀加工。好了，你别开这个，把那看。